南门市场坐落于热闹的彰化市中心，在这里不仅能购买到最新鲜的蔬果及肉品，还能吃到滋味丰富、令人赞不绝口的传统美食。其中开卖将近40年的国珍卤肉面，就是大受好评的人气小吃。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营业，外观简朴，散发出浓浓古早味的店家，主打喷香的卤肉面和油葱丸子汤。前者选用品质优良、油脂丰富的上等猪肉细心炖煮，吃起来入口即化；而后者则是每天由老板娘手工轻打鱼浆，现煮现做，口感扎实脆弹。两者组合起来，就是最完美的一餐，一定要试试哦。